61公分， CC 的部分是167，完全不会有那种短短的感觉。这边肩带都可以调整，所以如果你想要长一点短一点，你可以自己去调整自己想要的肩带正常尺寸。你平常买 M 就买 M， L 就买 L， 而且呢你有肚肚的全部都装得下。这一次呢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小差就好，大概膝盖的位置，所以呢也不足以曝光或是难走路。屁股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完全修饰，没有什么内裤痕，没有什么屁股肉，一样做可爱的这种小叮当口袋，可是中间的设计感有稍微改一下，不要那么样的可爱，让大家能够更实穿。六颗星的布料不是在开玩笑，超级弹，但我看到它的那个整个拉伸的程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超级强。然后我现在是直接放到全长的部分，那长度的话呢我167穿是非常刚好，它的黑色是纯黑哦，纯黑不是死水灰哦，非常漂亮，所以它非常的显瘦。